两大高手不慎中了悲苏清风毒粉，在一个时辰内无法动用内力，竟被一群江湖下三滥给一脚踢下悬崖，生死不明。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派人找到他的尸体，见到尸体我不安心。是，走。两个时辰后，小江从昏迷中醒来，发现自己受伤不轻，幸好一个时辰已过，他的内力恢复了大半，倒也不用担心有性命之忧。而小江醒来后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寻找和他一同掉落悬崖的雪雨。不曾想雪雨醒来的第一件事，竟是要出手杀了小江。得亏小江反应足够迅速，这才没有稀里糊涂的死掉。你干嘛要偷袭我？都是你办事不力，误了门主的任务，你该死。可是事情的发展谁都没办法预料，你也不能怪我。雪雨认为都是小江妇人之仁，关键时刻还去顾着一条小狗，这才中了寒水落的算计，让他落到如今这个下场。自知理亏的小江奉劝雪雨，危机还没有解除，若是他执意自相残杀，那么他们两人都将必死无疑。乃至雪雨闻言信誓旦旦地表示，他定然会活着离开这里，但是在这之前，他要先杀了让他蒙羞的小江。你真是冥顽不灵。眼见雪雨脑回路如此清奇，小江索性陪雪雨玩到底，拔出长剑与其大打出手。两人同为天门十二级之一，武功修为相差不大，因此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，最终落得个两败俱伤的下场。双双体力消耗过度晕倒过去，太阳即将落下之际，雪雨才逐渐清醒了过来。他站起身来环顾四周，发现小江已经不知所踪，找不到小江的雪雨只好拖着受伤的身躯准备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附近根本没有人烟。雪雨走了两个时辰，在一片树林迷失了方向。更加雪上加霜的是，一群恶狼盯上了雪雨，雪雨被狼叫声吓得连连后退，一个不慎摔倒在地，楚楚可怜的模样令人怜惜，哪里还有半分天门杀手的风采。眼见狼群正在步步逼近，雪雨惊慌失措地看向四周，不小心撞在了大树上晕倒了过去。半个时辰后，雪雨醒来发现被小江所救，小江还在美滋滋地烤着狼肉。吃不吃？别以为你救了我，我就会感激你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面对雪雨的出言威胁，小江只是邪魅一笑，拿起他烤好的狼肉来到火堆的不远处享受了起来。而雪雨则是来到火堆旁假装要吃烤好的狼肉，实际上是为了让小江放松警惕，掷出地上的匕首暗算小江。小江对此早有预料，拔出长剑接住匕首，耍了几个漂亮的剑花后，将匕首给雪雨送还了回去，在雪雨雪白的脖子上留下了一道血痕作为警告。我一定要活下去，为了活下去我什么事情都会做，你要杀我，我绝对奉陪。这一次刀只是划过你的脖子，可是下一次刀就会留在你的脖子上。雪雨三番四次想要杀了小江，小江决定不再容忍，若是雪雨胆敢再次出手，他一定会毫不犹豫杀了雪雨。雪雨见小江动了真格，没有再次放魂刺杀小江，反而和小江玩起了荒野求生。小江求生技能满分，打鱼捕猎样样精通，让雪雨获得了满满的安全感。你在干什么啊？烤鱼啊，用竹子夹着鱼来烤，鱼才不会烤焦，而且竹香会渗透到鱼肉里面，没有腥味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每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还能活在这个世上就已经是一种恩赐，所以我们要享受每一天。雪雨和小江的理念不同，他从小在月龙轩的洗脑下被培养成了一个杀人机器，认为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。如今在小江的影响下，他冰冷的内心逐渐变暖，渐渐的开始有了人性。小江，我处心积虑的要杀你，你却一下子救我，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话分两头，明月公主火急火燎地找到小鱼，说出紫烟消失不见，小鱼连忙叫人一起寻找，在河边找到了被绑起来的紫烟和宇文霜。而绑走两人的是邪恶灵的原住民，以罗锅和吊索为首的几人。我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只要在这里一天，外面三帮十八寨的人就不会走，我们躲在这里就是要避开打打杀杀的事情，所以我们打算把你们从水路送走。前面是大瀑布，这跟杀了我们有什么区别？你们愿意要走，不愿意也要走。